最近有中山的网友入场看林盛斌的栋笃笑，看完之后就将部分的片段放了上社交平台分享。其中有一段，林盛斌就说自己自细就喜欢朱元玉润型的女仔。他先公开了和太太黄月仪的合照，相入面太太穿着三点式。他说小的时候同学都喜欢相对比较瘦的女星，例如是王菲，而他自己就比较喜欢圆润的女星，就好像肥妈那样。林盛斌又讲笑话入娱乐圈之后多了和圆润身形女仔合作，他摆出麦玲玲的合照，又和观众重温激嘴细细粒的相，台下的观众看到的相都在大笑，说发了几万噩梦，好像被鬼砸那样。但是林盛斌的笑话就触动了部分内地网民的神经了，引来多位的网友留言批评他低俗。